眨眼又过去了一个礼拜，好快。天气状况跟心情一样，有时好，有时候也坏。总想着能做一个没有感情、沉默的盆栽，安静地等着滋润，或是太阳晒。没想就快被现实无情打败、破败，所以超级英雄电影很好贩卖，有足够情怀。总想着也做一个拥有异能正义的怪胎，这样就不用每天光吃外卖，谈不起恋爱。宽阔的马路早晚都天天塞，大部分人也只能顾好自己，烈日风雨上班下班，薪资勉强够吃穿，几年都修不完的地铁傲慢，浪费的时间会算进生活里，出租司机热心市民也都抱怨过几句，郊区房价还算合理，只是头款还没凑齐。现实无情打败、破盖，所以超级英雄电影很好贩卖，有足够情怀。总想着也做一个拥有异能正义的怪胎，这样就不用每天光吃外卖，谈不起恋爱。宽阔的马路早晚都天天塞，大部分人也只能顾好自己，烈日风雨上班下班，薪资勉强够吃穿，几年都修不完的地铁傲慢，浪费的时间会算进生活里，出租司机热心市民也都抱怨过几句，郊区房价还算合理，只是头款还没凑齐。宽阔的马路早晚都天天塞，大部分人也只能顾好自己，烈日风雨上班下班，薪资勉强够吃穿，几年都修不完的地铁好慢，浪费的时间会算进生活里，出租司机热心市民也都抱怨过几句，宽阔的马路早晚都天天塞，大部分人也只能顾好自己，烈日风雨上班下班，薪资勉强够吃穿，几年都修不完的地铁好慢，浪费的时间会算进生活里，出租司机。